各位，我是陈正国，我在这里向你们介绍这个美国的工艺百货店。你看它陈列的商品，这个沙发，这个椅子，这个桌子，但是请注意，这都是市面上十分之一的价格可以出售，包括这些书。这是衣服，这些货品都是旧货，这个由这个 Goodwill 收集了以后，以一个百货公司的形态出售。可是他所出售的款项是用作什么呢？是用作这个这个就业培训。所以呢，这也是一个培训机构，但是他所培训的目的是帮助这个失业的人找工作。这些东西是旧货卖的，你看相册，鞋子，各种用品。吹风机。各种球鞋，